前些年特别兴的就是各种聚会啊，什么同学会呀、战友会呀、知青会呀，是吧？但这时候呢就特别注意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你比如同学会啊，几十年不见，大家聚在一起，生活状态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状态，这时候切记啊炫耀啊，有人说哎呀我这开法拉利来还不如坐地铁呢，你说这事儿多招人讨厌呢，对吧？就不能这么说话。我前两天也是啊，在那个参加一个活动，完了大家都去吃饭，吃饭时候就瞎聊天，聊天就有一个人就聊，就说哎呀，说这疫情把我误在这儿了，哎呦，我这一下午随便逛个街就花了几百万，你说这人是不是招人烦？咱先别说招人讨厌，他就招人烦。我觉得啊，你下午逛街花几百万，大可不必貌似漫不经心的去炫耀啊。那会说话的人他就不这样啊。你比如好多朋友都没见，或者说熟的朋友，也可能生的朋友，大家在那儿一块儿说，哎，明年打算，干嘛去啊？说旅游，带老婆去旅游。说到哪儿啊？说这不是老说马尔代夫好吗？我得去马尔代夫度个假，都到这岁数了哈。如果会说话的呢，你得这么说，你说马尔代夫啊，我去过啊，我跟你说，如果你不在意多花钱，我告诉你，有一家酒店不错，就是贵点啊，至少应该住一天。啊，你看这话里话外表示自己也去过了，也肯定了你的计划，还给了中肯的建议。高级语言艺术就是这样啊，首先不委屈自己啊，不是委屈自己，第二不巴结对方，你既不委屈自己又不巴结对方，最后一定要给自己留出一个话语空间啊，就是说话不说满，说话说满了非常的可怕。苏东坡就说过这样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群居不以独立不惧。什么意思？就是人多的时候啊，一大堆人在一起，我不能倚靠谁，我不能老靠着谁啊，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也不害怕。你像这多强的这个精神状态呀，这个内心得多强大呀。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这个状态，连我都有，就是人多的时候都会依赖于谁啊，依赖于谁。今天啊，当然我到这岁数我也犯不着依赖谁了哈，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也一样，我没什么新鲜的，跟你们都一样，就是该犯错误犯错误，该牛的时候牛，该这个出问题也出问题。只不过我现在岁数大了，我积累了很多经验，我可以去传授了。如果我年轻的时候能听到这有人跟我说这个话，我可能少走很多弯路，少跌几个坑里去，是吧？都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讲哈，在语言交流中啊，跟朋友之间交流，跟半生的人交流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一定要知道为自己留出空间，为别人的这个感受去考虑。语言的艺术，这个语言你还真的没有一个公式可以告诉你应该怎么说话，你才能显得高级，才能取悦于对方，对吧？这语言有时候完全是反向的使用，比如最熟的朋友中，经常有一种叫什么呢？叫立骂式的赞美。所谓立骂啊，立这个字儿很有意思，一个四，一二三四的四，底下一个言，说话言语的言，这骂不上面也是吗？我们现在写俩口，实际上也是一个四，底下一个马，立骂就是骂人啊，这叫立骂式的赞美，这是最好的朋友之间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朋友之间，您说，哎，求你这样，高兴的跟个孙子似的，瞅你那臭德行啊，这你怎么说都没事，因为这朋友之间关系特别好，那这就是一种关系的把握。我们生活中说话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的把握，你跟人家熟，熟到什么程度，你选择什么样的语言。但是你跟人家不熟的时候，你的语言只要稍稍一过火，人立刻对你就反感。所以这事儿呢，一定要搞明白啊自己的位置。还有一种我刚才说啊，叫这个立骂式的赞美，它好像是骂你，实际上是赞美你。那翻过来还有赞美式的立骂，他好像赞美你，实际上他是骂你，这就叫骂人不带脏字儿啊，挖苦你。比如有人说你瞧这人，看他跟个大善人似的。过去有一个褒扬人的这么一个词儿啊，就说这人是个善人。那今天他要说你这人跟个大善人似的，那就是某种意义上讲是挖苦你啊。你比如说，我过去啊，我有一朋友啊。说了也不太好意思，但我那朋友也不在了，我现在比较容易说，但是欠钱不还，不还呢不还就不还呗，
欠钱不还的事儿多了。那我太太就说呀，我太太就说，你看他那样啊，说我今儿碰见他了，在那大饭店里啊，穿的跟个外国人似的啊，穿着貂皮还不还钱。你说这事儿确实有点不太好听，你说像个外国人似的，穿个貂皮都不还钱，什么意思？猛一听好像是表扬他穿衣服穿的豪华，实际上这是带有一种挖苦之意。所以我们生活中呢，这个语言是翻来覆去都可以应用的，关键是应用时候要明确知道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在所有的交往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高看别人，低看自己，待人要宽容。我们大部分人都特别容易，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一个环境中容易低看别人，高看自己。我觉得你处处时时都能警觉地知道别人不容易，做事都不容易，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这个不容易的一面，有不愿意表达出来的一面，可能让你看的就比较容易啊，你就会就是轻视他，别说蔑视，你就会轻视他。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都一样啊，你比如最简单一个事，擦玻璃简单吧，我肯定就擦不过我们那保洁人员，我看他们擦玻璃特溜啊，我能试图弄弄使不了这东西，你没这本事。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本事大啊，别人本事一定不如你，就分什么事儿。所以我们在社会交往当中一定要注意到高看别人低看自己。中国人的大部分人的语言表达都比较委婉啊，我们不大会正面的拒绝人，就是大多数人不会说不。这包括我自己啊，我很多年以后，我至少60岁以后我才学会了能跟人家说这个事儿不，我不去。我过去说我不去，我都会说我不想去。你看，我不想去和我不去中，明显的我不想去还留有口子，那别人就劝你，哎呀，你不想去，你今儿能不能帮个忙什么这那个，然后呢，你就变成一不好意思，不想去也得去，是吧？所以我们从骨子里呢，就特别怕拒绝别人。我经常这个就遇到这种情况下啊，人家就是说啊，不停的邀请你干什么，你就说，哎呀，我今儿忙没时间。那下回还约你，你下回说，哎呦，又不巧，我又有了事儿了。最后人家跟你说什么？人家说这样吧，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以你为准。那你说你怎么办？这不是别人把你逼到绝境，是你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个绝境。因为你前几次你没有明确表示你不想去，对不对？那么你只是推脱找各种理由，那别人就就着你这个理由不停的啊换条件。来适应你的条件，其实你是内心不想去的。如果你一开始说这个事儿我不去，我不想去，那可能就没有后面这种难堪的事儿，对吧？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啊，如果你内心不想去的事儿，你一定啊要明确的表达出来，防止以后让自己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所以我就说呢，我们有一个生活中啊百试百灵的一个小妙招啊，这个小妙招叫什么呢？我觉得啊，就叫先肯定后否定。比如一朋友要办一个私人聚会啊，你事先知道有一个人在，但你不想见这个人，那你说怎么说呢？你说，哎呀，我这个时间不巧，我这怎么这那个啊，我有个事儿脱不开身。你这么说呢，那别人一定想办法把你给邀请去。那你就干脆就说，哎呀，这个聚会真好啊，说我可惜我已经有约在先。这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善意的谎言。谎言不管是怎么说，你善意不善意，你也叫编瞎话。所以小孩啊，孩子从1岁开始有语言能力开始成长，一般到3-4岁他一定开始跟你说瞎话。说瞎话不可怕，因为从儿童心理学上啊，小孩说瞎话是心智成熟的一个表现。如果一个人一生中一句瞎话不说，那我告诉你，这人智力有问题。他为什么要说瞎话呢？是因为他意识到说瞎话成本最低，对吧？最简单啊，最有效啊，它是一种很方便的方式，所以他就要选择说瞎话。那当然，大人在教育过程中要扭转这个孩子不要说瞎话，但是不要说瞎话一定是因为有利害关系啊。
我们为什么要经常说瞎话呢？是因为它能够高效的解决问题，对吧？啊，你比如你今天不太舒服啊，你这个不想吃饭，人家就问他说吃饭了没有啊？其实你没吃，你说吃过了，你说了瞎话，但是你用吃过了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如果你说你没吃，我不大想吃，说哎呀吃吧，有什么不行，咱一块走，嗨，这那个，然后你后面就会啰嗦很多很多这个麻烦。如果你一开始就说了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啊无利害冲突的一个瞎话呢，你就很好的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种善意的谎言理论上讲哈，它跟人品无关，它是考虑对方的感受，而给自己多一个托词。比如我们说的这个说话的技巧，就是我怎么说啊。我们生活中经常有人靠语言要解决问题，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靠语言解决问题的。比如催账，催账这个事儿哈，我现在都是很少经历这事儿啊。我们其实也是被人欠钱，我原来专门讲过欠钱啊，就是借钱不还的。过去历史上我看过很多催账啊，看见这个催账很有意思。催账有两类，都是靠语言，一种呢是穷凶极恶。就是你钱不还不行啊，我这拍桌瞪眼，弄得全楼都知道了啊，给你一个威慑。但我知道一回啊，有一个朋友的那个催账厉害，那个厉害催账的人啊，说话细声细语。第一，催账这人呢本身呢就只有1.6米啊，体重我想有100斤就不错了啊，但是人穿得干干净净，西服扎着领带，戴着金丝眼镜去人家催账啊，这钱就还了。所以有时候你拍桌瞪眼啊，大声小气的未必起作用，关键是你话说的是否有力量，是否能达到对方的一个内心。所以我们要掌握啊这个说话这门技巧呢，要分清对象，说白了你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那我们就分析一下啊，就是我们生活中，我原来讲过，我们生活中无非你的对象就三种人嘛，生人、熟人、亲人嘛。我以前都说过啊，亲人要生，生人要熟，熟人要亲啊，这个我就不在这儿赘述，你们要愿意看翻阅以前的都能找到。那么我们以认识程度来说呢，我们大部分就是这么三种啊。一种是陌生人，你碰到这个人就是陌生，你不认得他。还一种呢是由生到熟慢慢熟的，还一种呢是比熟人还熟的人，叫什么人呢？叫情人呢，对不对？比熟人还熟叫情人。那陌生人甭管你是怎么来的啊，就是你可能路上路遇的，也可能呢是被人家介绍的，比如相亲，是吧？那么我觉得社交当中啊，工作当中你说话的成熟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知道说话的轻重缓急啊，什么话轻什么话重，有时候话一句话就说重了啊，什么话应该急说，什么话应该缓说。过去有一种说法叫缓事儿急办，急事儿缓办啊，这种辩证的说法其实不一定完全这样，但是你可以参考。那么你说我生活中啊，我这同事都处得特好啊，我跟啊工作中都没有问题，我唯一的问题就是烦我们那领导啊，我们那领导太古板多猜疑啊。那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要说领导坏话啊，你只要说领导坏话，我保你那领导能知道，对吧？因为这个一个单位啊，不管你这单位有多少人，它这个语言系统啊，它是经过筛选不断的往上涌的，涌到尖上的时候啊，底下很多事情啊就会知道，因为我做过领导，我知道有的底下人说的话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最终我就知道了。那你跟领导怎么沟通呢？这个如果你不大会语言表达啊，简单的语言沟通就是问候啊，见到领导以后啊，说早上好，下午好，就这个就过去了。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想说也没有问题，最简单的人和人沟通不仅仅是跟领导沟通的一个方法，叫微微一笑，这个最简单，成本很低。你微微一笑能解决很多问题，你在社交中也可以，比如你出去参加一个酒会，你不知道怎么说话，别人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微微一笑，基本上不会得罪别人。你说最近不成，最近疫情太严重，咱们都戴一大口罩啊，说戴口罩我这微微一笑看不出来。如果你的眼睛表达不出来，你像我这种眼睛咱们笑不笑都差不多大的话，表达不出来啊，那你怎么办呢？在口罩上画一个笑脸不成，画一笑嘴，是吧？
这都是可以。语言交流当中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不要使用强势语言。即便你自觉你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或者是你，我说的社会地位不一定说你做多大官，你什么什么哈、啊，就是你觉得你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你说话就非常容易强势。比如说了半天，你说我说话你听明白了没有？你怎么还不明白啊？这的语言都非常强势，这种语言对方一定不舒服。那么这时候你反过来说，还是这个意思啊？你可以说，哎呀，我说明白了没有？我说清楚了没有？你不要老说你听懂了没有，你就说我说清楚了没有？这个话就是把这个话头拽在自己身上，对方呢，当然有的人是比较迟钝，他就说，哎呀，我没听明白，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哎，就可以嘛，这个事儿就比较好，对吧？当然，说话中还有一个就是手势啊，手势。手势呢，说话中首先呢，不要用手指人啊，指人是非常不礼貌，非常容易发生冲突啊。食指指人不好，中指就不能连比划都不能比划啊。啊，你比如我们叫人过来哈、啊，叫人过来，如果你有手势啊，四指并拢都是过来过来啊，这是你尤其叫小孩过来。但是绝对不能手心冲上，还是过来过来，这就挑衅，非常挑衅。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同样一个手势，你这么过来和这么过来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啊都是小问题了啊，但是如果你能够注意到啊，在生活中注意到啊，你就知道沟通一定是有技巧的。比如别人帮你打扫卫生，你说一个辛苦了，那别人心里就会很舒服啊。一定要知道，就是尊重别人。过去明贤集里吧有句话啊，有句话说的就是很俗但是很有意思，他说的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啊。这是过去明贤集里，好像是明贤集里有这么一个总结，你就知道语言的功能了。我们讲这么多啊，刚才我好像冒了一句说这个熟人中最高等级的是情人，对不对？这个情人呢是这样啊，我们说了生人熟人亲人，这里没情人，你结了婚以后就是亲人，你还就不算熟人了。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情人怎么界定呢？啊，就是好过了一般的熟人，还没有结婚啊，就这么个界定啊，还是奔着结婚去的。那么情人这东西啊，不是情人这东西啊，情人这人呢，他得说情话啊。这情话这东西呢，就是很容易说土喽。你知道吗？现在好多土味情话啊，什么什么，你不要抱怨呢，要抱我呀。说这不是牛肉，那不是，这是牛肉，那是猪肉，你是我的心头肉，这叫土味情话啊。我看这种话吧，就是总觉得不是土味是吧，就是看着很不是啊。我这不是也听过特洋的啊。什么叫特洋的呢？比如我前一年参加一朋友的婚礼啊，婚礼的上面的时候，新郎新娘都有爱情宣言呀、啊、那新郎就说呢，我希望我们老了以后能手挽着手还去看夕阳。你看这话说的啊，多么有文学性啊，有意境。最后呢，他非逼着我上去说几句，然后我就给他谈了半天的爱情理论。最后我就说了他这句，我说呢，等你们老了的时候啊，手拉手的去看夕阳的时候，别忘了回一下头，回头远处坐轮椅的那一定是我。我为什么说这话呢？我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所有的情感啊，高级最高等级的表达都是有监督的。首先你自己监督，你说我自己忘了啊，我说那情况我确实说过海枯石烂啊，但是海也不枯石也不烂，我肯定不行了啊。有这个你自己不能监督，有上苍给你监督。所以我说不论你说什么啊，多么动情多么煽情的情话，一定有人监督。情话谁说得好也说不过去唐诗啊、我们随便念几句唐诗就知道这就是情话的最高等级啊。名句吧，咱们说名句啊，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温庭筠的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叫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你知道这骰子啊，咱们现在就叫骰子，一会儿给你们瞧啊。我们现在这骰子都简单啊，上面点个黑点点个红点，它过去是镶进去那红豆，过去那个骰子到了唐代是骨头的骨质的，所以他说入骨相思，相思豆是红的，
所以说物古相思之不诛，这笔兴到了头了。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还说到这句，我说谁要给我写这么一句我就从了啊，我就服了你了啊。那这个呢跟这话相反的呢，就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这个基本上是要吹啊，要吹要溜，赶紧说这话啊，是不是？现在的话就说呀，你真好啊，我配不上你啊，这话就是不想跟你谈恋爱了啊。还有一句啊，唐代杜牧的啊，叫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变成今天的一句话叫春风十里不如你啊。现在你看的那个戏是从唐诗来的。那么说的比较啊，我觉得比较有力度的啊，比较大家熟知的就是白居易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都是情感表达中比兴到头的句子啊。我就问现在年轻人，我说你们女孩子听到什么样的情话你最为感动呢？大部分人这样回答我说，别怕，有我呢，男人有担当啊，别怕，有我呢。如果女孩跟你一块儿去逛街啊，想买个好包啊，没钱，你说别怕，有我呢，你把这个兜里的这个钱包掏出来给人刷一卡，你行，有担当啊。那么男人也一样，男人最爱听女人最好的一句情话啊，说最能够舒适的一句情话叫什么呢？说行，都听你的啊，你说的对啊，你说的对，这些都是语言中的一个交流啊。实际上我说的这都不一定啊，我们这事儿我就这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啊，啊，你就那么一乐，这事儿就过去了。如果你觉得交流有困难，多读唐诗宋词一定管用。今年2021年到秋冬之际，我的唐诗宋词就出来了啊，那上面全有大量的解释，能够让你语言表达中大大提高一段啊，这自己为自己做一广告。那么我们语言从使用者的角度来分的话呢，它分单向输出和多向输出。什么意思呢？比如单向输出呢，就比如演讲啊、多口秀啊、嘟嘟也属于这种。我们不过是个语言的使用者，就是一个发言人，一个人对着所有人，对着不计其数的人去说。演讲就是当众说话，这个欧美教育对这个当众演讲很重视，当众说话从小就开始训练你啊。我小时候就知道啊，最著名的演讲就是马丁·路德·金啊牧师的一个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My four little children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I have a dream today. 你想，他本身就是牧师嘛，所以他就有这个演讲的能力。我们经常用这个词儿，演讲或者叫讲演，它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我认为有稿在前的叫演讲，它有提纲，啊，或者有提纲。没稿子的叫讲演，就是以讲为主，演是其次。比如我小时候知道的最重要的讲演，应该说不是演讲啊，是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那这种陌生人之间就是第一次交流非常重要，你最要注意的就防止进入这种尬聊阶段啊。你上来为什么就尬聊？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尬聊啊，是因为你老不停地问。说话有个简单技巧啊，生人之间，就我说陌生人，不管你是有目的交流还是无目的交流，尽量少问问题，最多就问一个问题，或者最多俩。我说过，你问三个，对方肯定就烦了。所以你问问题的时候呢，你随便不管问什么问题，你一定要学会拉到自己这边说。你比如大部分人都会问您是哪儿人呢？对方说我是昆明人。哎呀，昆明好，昆明那春城啊，我听说四季如春，那地儿我还没去过呢。哎呀，我特别想去，这就把自己的弱试出来了。要不然你也可以说，哎呀，昆明那地方好，我去年去了，哎呦，那地儿真好，我特别喜欢吃那儿的那个粉，那叫什么粉来着？啊，那不叫粉，那叫过桥米线啊。你就把话都拉过来了，说什么都可以，一定要想办法把话题拉到自己身上，示弱而不是示强。你不能说，哎呀，昆明那地儿有什么意思？很阴冷啊，很不舒服啊，那过桥米线空有其名啊，啊，听着挺好的，吃着就那么回事啊，那你这个没法跟你去聊天。所以
在生活中啊，尤其语言交流中，尤其对陌生人示弱，是你取得对方好感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现在有个词儿叫凡尔赛啊，凡尔赛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经意的炫耀，所以一定要注意，不要在不经意的炫耀中得罪对方。那再有一种呢，就是关系，就是我们由生到熟啊，最后成为很好的朋友。那么过去啊，这种由生变熟的事儿特多，我有好多朋友都是在很奇怪的环境中认识的，中间没有任何介绍人啊，就是而且是一对一，还不是一群人。以前我讲过，我认识一个人叫张克志，那人就在马路上拿着个树枝子写字啊，我就过去看，我说哟，你字儿写的不错呀，就这么聊起来了，一直聊到他啊，他这人就是很一辈子受苦受穷的，我还借过他钱啊，那就是关系很好，对吧？那我在马路边上也认识过人，坐飞机也认识过人，坐火车，这过去都认识过人。为什么能由生变熟呢？就是一开始双方印象都不错啊，双方印象都不错。那有人说啊，现在你有名的人跟你这样，人家巴结你，不是这意思。我原来认识的时候没名啊，我没名，我有啥名？我跟老百姓一样，我就是喜欢跟人交流，交流一定要有目的，对不对？要有目的啊。我们这个有的人说你这没目的，你跟人交流什么？我们今天交流啊，无非是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直接目的就是你有求于人，我们在今天的啊整个这个生意场上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有目的的求人。那么还有一种呢，是间接目的。什么叫间接目的呢？我就想多一个朋友，不定哪天这朋友就能帮到你，或者你帮到他，你说不准，对吧？那熟人之间呢，它都是一种很亲近的关系啊，喜笑怒骂都可以，它是一种很自由自在的一种状态啊。